我们为最后的祝福祷告。好，我们非常谢谢贵宾们。那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接受上帝的祝福。全能慈悲的上帝，感谢你，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平安喜乐的夜晚。 愿上帝你赐给每一个人今天晚上有美好的睡眠，也得着那永恒的生命、喜乐、平安带回家。奉耶稣的名祝福祷告。阿门。相信今天晚上大家一定带着满满的感动、满满的祝福回家。希望我们的台前呢。 如果你今天喜欢师弟兄的分享，我们台前有师弟兄的书以及师弟兄的 CD， 还有师弟兄，如果你有购买书以及 CD， 师弟兄会在台前为你签名。还有刚刚那十位幸运儿一样在台前要领取你的奖品哦，在台前，谢谢各位。